相机时常透过 YouTube 影片与粉丝分享日常。今天他的频道曝光一则人在纽约的 Vlog 影片，开头他就提到，刚刚有当地人向他说，拨开黑道律师文森佐，你跟里面的主角长得很像，但他没承认自己就是本人。反正幽默回答，哦，我也有看那部剧。逗趣的互动就让网友笑喊，那个剧名现在可能很扼腕，居然没有认出宋仲基。接着宋仲基还分享2010年他演出陈军官绯闻后，曾经与妈妈妹妹到纽约旅游，为了测试自己的知名度，他还站在时代广场看有没有路人认出自己。现在想起这段回忆，让他觉得颇为丢脸，但幸亏当时有人认出他来，也感谢那些民众。过去的搞笑事件让粉丝们都笑翻了。